到划船，跳划船比赛。合作社比，合作社没有这个哦，好吧。都有，你可以也可以求事业，也可以求爱情，全学学业都可以。然后你摇的时候，这个要就是要这样，它有点重，但是这样把它摇出来。加油！好，来看一下数字，几号呢？27，这一个。几？大几啊？几而已。哦，也不错啊。后面的，你刚才是看你要求什么样子。如果是要求结婚或交往的话，全部都是好的结果，也会实现，都是可能。但就是，我比我那时候都说，我就跟他是看。对喽。有秀有秀，为什么凶啊？哪一个是我的？你记得吗？这个。那个是我的，凶哦！大家可以来帮我跟他 say hi。今天结束，他就摆手。你的在哪？你的在哪？我的已经烧掉了。哦。小心哦！好，那就直播给你们看哦。好。尴尬了。好心啊！那个表情应该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捞笋的比较好吃。你吃过捞笋的了吗？没有。捞笋的比较好吃。捞笋比较好吃。还去？我想看一下他们在干嘛。好好吃啊。你刚刚问我有没有剪刀？柔柔，你这件衣服穿多久了？我记得我每次见到他，他都穿这一套。有没有很感谢路人帮你剪？对啊，他就突然你告诉我。我有剪刀吗？帮他剪。我在剪刀。哇，你这么矮，我真的。你怎么穿这么多？今天天气很好哎，你热吗？废话。你是手上这件是什么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这是袋子。袋子。OK。辛苦了 ，Leo。
知道我刚刚，你知道我刚刚以为你们在排吃的，然后我想说这里什么时候有吃的，然后后来才看到你们在排玉竹印。不要一直想吃的好不好？怎么我们刚吃完饭？很热，我想喝饮料。不要买。我们是不买浅草寺的。那这个不是吗？这是浅草神社。哦，这个比较好看是不是？那你翻一下你目前有的了啊？没有。目前有的在 IG 啊。哦，那你不是有买一本本子？我以为你要全部。哦，如果没有带来。柔柔，你都买本子了还不带？今天没有想到，多少钱一个？500，这很便宜的。这很便宜，很便宜哦！大家赶快来。就是你看，我现在有的。你现在有的。哎呦，我最喜欢这个。这个也还不错，直接走了。示范一下，我示范不了。你不是说他是你兄弟？哦，兄弟啦，猴子。另外一只猴子没来，另外一只猴子在家休息。高铁马上。老猴、小猴、老猴、中猴跟小迷你猴。迷你猴比较厉害哎。是我儿子啊。飞起来了，倒立，倒立，他在主人的手上倒立。嗯，想养一只了吗？不要。哎，这下雨耶。蓉蓉，这个是什么？青蛙馒头跟饮料的。哦，这个是冰淇淋啊。啊，谁要买？这些是奶油福利。那有谁想买？谁不要理我？这价钱多少？贵。不错哎，没有，它是 lemonade。那是什么？我知道 lemonade， 我就不知道 lemonade， 我知道是淡水鸡。对啊，真的蛮小的。那谁呀？那谁呀？医生，赶快换你吃播。我不要吃播，一口就塞进去了。可以吗？没有啊。对啊。来吧，医生。我们知道那是什么，那是葡萄干的。哦，真的啊？那医生后来点什么葡萄干啊？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医生，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没有不好吃，没有不好吃。你在看你的脸，不是这么。医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对，没有，但中间有红豆，所以我在想，为什么会有红豆？红豆。医生，好吃吗？你那个表情告诉我，好像不是这样。好吃。啊！我们要回去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的纸袋。每天都在吃台湾料理，很棒。台湾一级棒，不是三个月，是三个礼拜。哦，三个礼拜，我想台湾了。好吃的吗？两只在对着。哎，你跟我讲是好吃的吗？还不错，
它不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爱玉，它是有酸的那种，就是柠檬爱玉。好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等下我们的台湾料理的高手。那现在啊，现在啊，我们在走啊，现在，木木也在后面。你买什么？哎、欸，那我就表一下。好吃吗？哎、欸，一分三百。好吃吗？那我自己。那你们为什么要一直让来让去？还有，哎，人家六六实在。对啊，人家用六实在。我跟你说，我喜欢男生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到底要还不要？你毛很贵，可以吃啊！你刚不是说你可以吃啊？太剪得很可爱，这哪里辣？这看起来完全不辣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哦，这看起来也很棒哎！哦，那小心啊，那。这很棒哎，怎么知道要给我们玩？他会自己走掉吗？走掉啊！他想看你们的那个手臂。假的假的。哎，人家 CYT 想看的，你看。看不重用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他们有人跟他比的很开心，现在人家说看不给人家看。我们是比我们自己看的，跟你们没关系，奇怪了。哎，又不是我看的。我想要这个，真的。我想要这个。什么意思？差很多哎。正常，因为他是往左，他在这边。嗯。啊，没有吧？手打还是啊？不是单手吗？手在打，这是反拍吧？反拍才是单反两只吧？我是两只手，我很长两只手。反拍才是打，我打不到球。就我叫你专长。是单手一只，单手一只，反拍才两只吧？我是这样啦。哦，对啊，反拍，对啊。这个，我觉得你的比较大。加大一点。他的。肌肉量很好。都很厉害，我觉得你因为骨架比较大。这是谁？CYT 没打到车怎么办？